好，报告两会，我们已逐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六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05年10月11日星期二中午12时至12时10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王委员龙章等17人，主席段委员宜康。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五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六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6案，全部照列。对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继续质询。二、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一次全院委员会议事日程。三、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3案。二、依请愿法第3条规定者1案，诉讼系数中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三、依请愿法第4条规定者3案，系数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四、依职权行使法65条第2项规定者13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经付，并付之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们会议记录确定。接下来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那如果有委员要登记的话，请到台前登记啊。我们登记到报告完毕为止啊。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7次会议议事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0月21日星期五、25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六次会议议事录。二、委员吴玉琴等拟具《民法亲属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三至四：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立法院各委会组织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五至七：委员赵天麟等拟具《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殡葬管理条例2案均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八、委员黄国书等拟具《教育部体育署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九、委员何新纯等拟具《环境教育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零、委员张廖万坚等拟具《国民体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一一至一二，委员洪宗义等拟具《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拟废止《中国农民银行土地债券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一三至一五，委员蒋乃馨等拟具《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行政院组织法、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一六，委员王玉明等拟具《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一七，委员林立禅等拟具《大众运输工具播音语言平等保障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一八，卫生福利部、财政部函未修正《烟品健康福利捐分配及运作办法》第4条等条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一九至七三，卫生福利部、国防部、司法院、科技部、内政部、行政院、经济部、教育部、交通部、国家发展委员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行政院主计总处、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公平交易委员会、文化部、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中央选举委员会、福建省政府考试院、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财政部、原住民族委员会、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劳动部、中央银行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七四至七八，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函未行政命令与审查期限，请查照案。七九至八零，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除情形，请查照案。八一，人事处函未废止立法委员公费助理退休准备金监督委员会设置要点，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委员段宜康等拟具《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至四，委员蔡宜宇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与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五、委员赖世宝等拟具《保险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六、委员王惠美等拟具《商业团体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七至八、委员张立善等拟具《殡葬管理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电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九、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一零，拟废止立法院点名表决办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本院委员质询部分宣读完毕。没有委员登记。好，我们没有委员登记发言了，所以议程草案报告事项、质询事项通过。接下来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啊。那如果要发言的，请到台前登记。我们截止登记到宣读完毕为止。
十月二十一日讨论事项：一、关税法修正案；二、动物用药品管理法修正案；三、军事教育条例修正案；四、财团法人荣民农券基金会2005年度预算书案；五、立法委员候选院长、副院长办法修正案；六、就业服务法修正案；七、通讯传播基本法修正案；八、卫星广播电视法修正案；九、发展观光条例修正案；一零、停车场法修正案；一一、铁路法修正案；一二、陆海空军勋赏条例修正案；一三、农会法修正案；一四、公益彩券发行条例修正案；一五、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部分条文修正案；一六、废弃物清理法修正案；一七至一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等三案；二零、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修正案；二一、期货交易法修正案；二二、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修正案；二三、劳动基准法修正案；二四至二五、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等二案；二六、运动彩券发行条例修正案；二七、记账事法修正案；二八、保险法修正案；二九、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条例修正案；三零、劳动基准法修正案；三一、劳工退休金条例修正案；三二、工会法修正案；三三、邮政患者健康照护服务条例修正案；三四、入出国及移民法修正案；三五、农业发展条例修正案；三六、动物保护法修正案；三七、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修正案；三八、劳动基准法修正案；三九、国民年金法修正案；四零、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案；四一、电业法修正案、电业法草案；四二、公路法修正案；四三、法官法修正案；四四、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案；四五、立法院组织法修正案；四六、立法院各委会组织法修正案；四七、刑事案件确定后去氧核糖核酸鉴定条例草案；四八、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正案；四九、立法院议事规则修正案；五零、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正案；五一、难民法草案；五二、委员王定宇等建请决议，呼吁美国行政部门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对台湾六项保证决议案为基础，持续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共同推动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请公决案宣读完毕。好，我们讨论事项宣读完毕。现在，请登记发言的委员发言。第一位，请钟孔绍委员发言。好啊，主席啊，以外的各位代表啊，各位先进啊，我想针对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次的会期第七次的会。那讨论事项建请列案顺序如下表，是否有当啊？请公决。那请议事组人员代为宣读。啊，以上。好，请宣读。第一案至第二十案，关税法修正案、就业服务法修正案、动用药品管理法修正案、军事教育条例修正案、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函送财团法人荣民农券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案、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修正案、通讯传播基本法修正案、卫星广播电视法修正案、发展观光条例修正案、停车场法修正案、铁路法修正案、陆海空军勋赏条例修正案、农会法修正案、公益彩券发行条例修正案、卫生福利部函未修正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部分条文案、废弃物清理法修正案、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修正案、期货交易法修正案、记账事法修正案、保险法修正案；第二十一案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修正案；第二十二案至第三十七案劳动基准法修正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共五案；运动彩券发行条例修正案、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条例修正案、劳动基准法修正案、劳工退休金条例修正案、工会法修正案、邮政患者健康照护服务条例修正案、入出国及移民法修正案、农业发展条例修正案、动物保护法修正案；第三十七案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修正案；第三十八案至第五十二案劳动基准法修正案、国民年金法修正案、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案、电业法修正案、公路法修正案、法官法修正案、刑事案件确定后去氧核糖核酸鉴定条例草案、立法院组织法修正案、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修正案、立法院议事规则修正案、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正案、
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正案，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案，难民法草案，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修正案，宣读完毕。好，我们接续请第二位登记发言赖世宝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先进，那么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七次运会讨论事项，本席代表中国国民党团建议列案的顺序调整如下，请议事人员拜托议事人员也代为宣读，谢谢。好，请宣读。第一案至第十四案，劳动基准法修正案、住宅法修正案、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国籍法修正案、反族群歧视法草案、集会游行法修正案、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正案、动物保护法修正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共二案、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修正案、期货交易法修正案、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修正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第十五案至第三十二案，运动彩券发行条例修正案、保险法修正案、劳动基准法修正案、劳工退休金条例修正案、国民年金法修正案、劳动基准法修正案、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案、关税法修正案、动物用药品管理法修正案、军事教育条例修正案、财团法人农民农券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案、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修正案、就业服务法修正案、通讯传播基本法修正案、卫星广播电视法修正案、发展观光条例修正案、停车场法修正案、铁路法修正案。第三十案至五十二案，陆海空军军饷条例修正案、农会法修正案、公益彩券发行条例修正案、卫生福利部含卫修正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部分条文案、废弃物清理法修正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共二案、气象事法修正案、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条例修正案、工会法修正案、邮政患者健康照护服务条例修正案、入出国籍移民法修正案、农业发展条例修正案、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修正案、电业法修正案、公路法修正案、法官法修正案、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案、立法院组织法修正案、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修正案。第五十三案至第五十八案，刑事案件确定后去氧核糖核酸鉴定条例草案、立法院修宪文会组织规程修正案、立法院议事规则修正案、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正案、难民法草案、委员员王定宇等建请对于美国参会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对台六项保证决议，呼吁美国行政部门以该决议案重要内容为基础，重新检视对台政策，共同推动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请公决案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有两党团对于这个讨论事项的议程有不同的意见我想我们先休息协商一下哈。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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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事项，我们做以下决定啊。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一案一，国民党团提议啊，其他议案一，民进党团提议的议案啊，顺序依序排列，修正通过。第二案，就第二案以后，哎，我刚刚这样讲没有问题吧？好。好，就是本次会议的这个讨论事项，第一案就是依国民党团刚才提的第一案处理了，哈。第二案以后就依民进党团的议案顺序，听得懂吗？依序排列啊，修正通过。我们还有啊，嘿。这个底下还有什么？这个同意权。接下来。好，我们刚才那个就依修正通过哈，接下来请宣读议程草案同意权之行使事项，这是10月25号的啊，同意权行使的，啊，请宣读。10月25号同意权行使的事项。10月25日同意权之行使事项，本院全院委员会报告审查总统自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第5条规定，提名许中立、蔡炯敦、许志雄、张琼文、黄瑞明、詹森领、黄昭元等七位为司法院大法官，并与许中立为院长、蔡炯敦为副院长，自请同意案宣读完毕。好，我们没有登记发言啊，同意权之行使事项通过。接下来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案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的共三案。二一请愿法第四条之规定，系属应提起诉讼或诉愿之事项者有七案。三一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权责之恩处理尽负者共25案，宣读完毕。好，请问有异没有异通过？好，有没有临时动议？啊，没有的话，我们今天散会。